叫做豆腐岩，姐姐你是谁啊？哦，小心，我是和平岛的岛主啊。这年头岛主真难当，每次还有小孩闯进来。可是你不觉得这一整片，连这海鲜都不太样的好喝吗？对呀，有没有看到这些石头受到力的挤压，沿着它脆弱的节里面裂开，之后海水冲上来，这些节里面把它侵蚀的越来越深。最后就长得一块一块像豆腐喽。说着说着我肚子都饿了，好想回家哦。如果你还是很不了解和平岛的话，是走不出去的哦。你要不要去那边看？那边还有很多东西呢。好吧，我这就去。拜拜。好吃的和平岛啊，脆皮酥哎！什么脆皮酥啊？没礼貌！我是海龙王，这些可是本王的子民留下来的精心杰作哎。一般人现在称之为生痕化石，生痕化石又分为两种，有摄食跟居住留下来的痕迹。这里看到的多半都是居住留下来的。从这些痕迹，我们可以推断，这里以前可能是一片沙地。然后由螃蟹或贝类往下挖掘出它们的巢穴跟通道，然后随着这些沙子慢慢的交结压密形成岩石以后，就被保存了下来。看你什么都不懂的样子，那本王就大发慈悲，带你去看看现在缤纷的海世界吧。一二三，走！这里是整个和平岛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。
有石花菜、贝类、螺类、海胆、海葵、小鱼，以及前来觅食的海鸟。哇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啊？我在享受万人的崇拜啊。啊，这里不过就你跟我两个人而已，不是吗？哎，这个地方又叫做万人堆呢。啊，为什么它叫万人堆啊？我们看到这些黑黑的石头啊，其实这些石头里面因为有钙、镁等金属离子，所以让这些石头变得比下面这些白白的地方还要坚硬。而当风海浪把这些白白的地方侵蚀掉之后，剩下来的就像这样子一颗一颗像香菇又像人头的东西啦。哦，我懂了。哎，话说时间也不早了，再不回去潮就要涨上来了，赶快走吧。那怎么离开这里？就往那边喽。